寄给远方的你。是你峰哥呀？这么紧张？有问题啊？仍然没有。啊，山羊，那你这个地方。那位跟我绝配的恋人，你根本也未有出现，还是已然逝去？怀疑在某一个国度里的某一年，还未带我到世上那天，存在过一位等我爱的某人，夜夜为我失眠。来未相识，已不在这个人极，其实在却像个虚构角色。莫非今生愿定陪我爱，却去了中时代。情人若寂寥地出生在1874，刚刚早100年一个世纪。是否终身都这样顽强地等？没见过。雨季会降临赤地，为何未及时地出生在1874？邂逅你，看守你，一起老死，互不相识，身处在同年代中，仍可同生共死。这位同学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叫张远，景然。中午想吃什么？这是我父亲，给你去吃好吃的。走。我走了，拜拜。哎，你好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们能不能重新认识一次？就从你叫什么名字开始。